请欧来分享。我去查看的是这个档案室，档案室的门口的死者是大百科，他的中弹部位是在右腿前侧。谁对我这么狠呢？他的手上，右手有血，是为什么呢？捂大腿啊。然后他有一个奇妙的一个血迹的位置，是从隔壁的这个房间有一滩血拖拽爬到这边来的。哇，我好惨，就不知道是拖拽还是爬过去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在他的右裤兜里有钥匙。哦，我说我钥匙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是门的钥匙，一个是证物柜的一个钥匙。可能我当时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，然后要拿之前居然死了。但是钥匙上没有血啊，就是他还没有掏出来。这个里面排除了是别人想要把他的尸体挪一个位置的可能性，就变成是他主动的想要回去干什么。他没有掏的钥匙对吧？这个锁呢是没有锁芯的，屋里面有一个子弹头，还有这个被损坏的锁芯是从外面往里打的。大百科的手机里面，张公子跟他的信息对话，哎，有手机哎。大百科跟他说，哎，我工作的书店倒闭了，没有收入交房租了，请问我可不可以申请搬到秘密基地来住呢？张公子说，好，你可以睡接待室的沙发。哎，你说的这是几年啊？2013年1月22日。啊，2013年，我没有这个记忆。你有跟他说你要住在这儿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2011年12月我那本书卖得特别好，我有的是钱了，我为什么还在乎这件事啊？但你的记忆里有是吗？我记忆是从他加入的那一刻他就常住在侦探社内。住不是他住在这儿，常来，常住是说每一季都来。不是飞行，不是飞行，是吧？常来。你也就是说你们俩都没有这个商量说他住下来这个记忆？没有。然后呢，接着是2013年2月11日，大百科跟程序员的对话，真的对荣格特无语了。他老大半夜的在楼道游荡，我好几次差点以为自己撞见鬼了。他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吗？程序员说，我还在帖子里看到他虐猫，好可怕。大百科回复说，是啊，这种人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工作？对，这个事儿是知道的。嗯，那是什么时候的？2013年2月11日。我他虐猫这事儿是我2011年的事儿啊，对吧？9月份，对。对，2011年9月的时候。啊。年份都是错的，这肯定是，但是事儿是发生过的。对。9月的时候，我听网上各种谣言在说荣格特虐猫这事儿。对。因为我不是黑客嘛，我就调取了这个监控，然后发现就是他老磨一些动物的小骨头呀什么的，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虐猫，我就把这个截图发给他质问他，然后他也没说话，因为他很高冷嘛。嗯，后来这个何社长呢，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我特别不喜欢。呵，说这事儿吧，也不能说直接一棒子给人打死，然后就带着我们去调查这事儿了。何社长呢，后来有一天就把这个污蔑他的那个人带到我们面前来了，就说让那个污蔑他的人给他道歉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也解释了，他说我其实磨的是我自己心爱的宠物的一个骨头。2011年9月的时候，我看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只小黑猫死了，然后呢我就把它抱回去想去处理它的尸体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有一个小爪子其实已经断掉了，我就看着那一小节骨头，我说我想让它陪着我，所以我就把那节小骨头就变成了一个项链一样的挂着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流传出去，就说我虐猫。
然后紧接着呢，就是你们跟社长去投诉这个事情。但是后来因为侦探相信我，并且找到了造谣的那个人，其实帮我是化解了，我们已经和好了。对，对，就是别人都特别爱鼓的玩具，他爱鼓的猫腻。他清出来之后，他做了一件特别讨厌的事情。一月份的时候，哎，我的猫死了，我好难过，我好不容易刚走出去，他把我的猫作为标本又给我了。他就把那个猫标本生搁在我那儿，我看着他我就心堵。然后呢，但是我又不能扔，又显得我没良心。因为那只猫咪已经死了，你那么伤心，所以我想让它留住。你知道难过的事儿，他就忘了，他就过去了。你就老在那儿给我搁一，我一进门就看一猫跟我这个，跟我这样，我永远忘不了，他给我添一辈子堵。对，一进门就添一辈子。可是时间点有问题 ，A 版本里面是2011年 ，B 版本是2013年。然后有一个大百科的一个笔记本，哎呦，小猫咪，就是每一只猫猫啊，它都在旁边有注解啊，这是虎虎，然后这是楼下阿斯，就它很爱猫，然后它写着好想养一只猫啊，可我根本养不起。我就是喜欢猫，因为我身体不好嘛，然后又很孤独。你为什么会养不起啊？你不都很有钱吗？没有啊，你穷你也有猫啊。然后呢，有一张照片是你们俩的合影。哎，大百科和何呵呵曾经在学校里交谊舞社合影的一张照片。叫什么？交谊舞社。对。嗯。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的是。呵呵，想去推理社，可是学校根本没有，我们只好来了这里。学校根本没有，这个就可以讲一些稍微那个轻松点的话题了哈，开心一些。因为那个就是穿鞋不爱鞋带，这是我的小伙伴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是从小认识的两个小伙伴。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特别不好，然后其实没有人愿意跟我玩，只有他愿意跟我玩，然后他就变成了我唯一的小伙伴。嗯，我这地儿也不怎么了，我身体不好，但是我特别想去跳拉丁舞。哎，你说说，这不是奇了怪？这可能是走招风吧。然后我本来想去交谊舞社团，我没有那么说喜欢办案什么的，但是他喜欢，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一块去了推理社。但是这时候有一个更神奇的地儿，我们那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叫萨老师。我们来了一个代课老师，对，叫萨明灯。萨明灯来了，他从一个神秘的地方就突然间出现了，哒哒哒哒，他就出现了。萨老师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侦探，但是希望你们都有一颗追求正义的心。”精神永在啊！对，萨老师最开始他是成立了这个推理社团的，但是没有名字。我过去跟他说：“你这个社团叫嘿嘿嘿。”嗯，然后对吧？这三个字是我起的名。对，嗯，哎，然后当时我还给我们侦探起了一个更有名样的名字，叫咪咪侦探。有力量了，我在起名儿前还可以啊，棒棒的。高中时候的我竟然不知道拒绝。